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。今儿我们家得吃一顿鱼，你看，就搁这里清蒸，这个等着它开锅以后，就把这鱼放进去蒸。锅开锅了，就往里搁鱼。这得蒸多长时间？几分钟啊？8分钟到10分钟，你看锅开的发发的，这光火喽，把这鱼小心得夹出来，倒上葱，这是开火刺油，这鱼的香味都出来了。那油里搁点什么呀？什么也不搁。啊，什么都不搁，就是刺热油，刺热油，就让它激出那个香味来。倒上点佐料，啊，这味儿出来了。这就好了吗？好了，这味儿真香。这就是清蒸鲈鱼，真不错，啊，味道好极了。请您点评一下，今儿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。